新朋友注意听，啊，咱老朋友吼，咱搁复习一摆。那一个月内面哦，这老伙仔若过身哦，庄家庄家，大家拢赚无。啊，若超过一个月吼，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吼，上少上少搁再赔个三倍。啊，这李先生吼，骨癌的尾期啊，啊，医生建议吼，未超过三个月，这是足好投资机会。啊，看各位有啥物想法。当初陈生带你来找我的时候，龙哥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，同意书你也签了。大白天见到鬼了！相信一切都会好转的。